各位台友大家好，今天是12月7日上午10点多，我现在就在这个布吉沙滩边的小屋的主人房，大家看到窗门那里就是海滩来的，望到大海的。我今天特别开小小咪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泰国情况，非常热闹，那些租金啊各方面都贵得很犀利。我现在住紧呢间屋仔呢都人比到15万元港纸月租一个月嘅。即係如果我唔嚟住嘅话呢就可以租到好贵嘅呢度啲屋仔。升咗税。喺俄罗斯嗰啲富商嚟租嘅。譬如租咗你成个家庭咁嘅租2-3个月。咁大家如果将来嚟到布吉度假呢就通知我一声。我呢边呢有个好朋友的集团公司呢是自己人来的，有很多那些别墅啊屋啊，现在租到出去没租晒了，全部都很热闹，因为真的全面开放。因为我这次过来呢就是布吉扶轮社30周年纪念社庆，那么跟我们香港的精选扶轮社呢是姊妹会来的，那我们扶轮社就专程同埋啲社友呢一起过来呢祝贺佢哋。那我本身是这个精英扶轮社的荣誉社友来的，那亦都是他们那个荣誉社友会的荣誉社长，你虚名没什么用啦，但他们这次过来那个就同那些捐了一些钱呢给当地那些有一些医院是那些比较帮助弱智的人士啊。之前我们成立了个郊区的诊所啊，那大家都有合作。那布吉扶轮社呢跟我们结盟那个社呢就多数都是商家，最多地主。我早两日他们住他们那些酒店呢都是他们的社友做业主。有一间酒店很久了，在布吉市中心。是个社友个太太的个业主。即是他们的早上那些流落很多地方。咁啊大家有机会来到的，咁啊通知我们一声，咁啊应该可以有些照应。咁啊另外有一件几开心的，因为美国在侯斯顿德州那边有个关同学呢就帮我跟进一下在我们德州花园工作。那么咁凑巧呢他又同他先生呢就来泰国玩，他顺便呢就经过布吉，我啱啱我时间及到，那么大家在昨天在布吉会到面，那么好开心，即是好愉快的一个见面。因为世间这些咁嘅感情呢好难得嘅。大家都是为个社会希望做到啲好嘅工作，所以佢喺德州咧就帮我好大嘅忙。当然啦，我有个儿孙又系喺德州，喺侯斯顿，咁啊好嘅缘分啦。我希望帮到个世界将啲正确嘅知识更加流通得更好。早两日咧，我哋工作小组通知我，咁有啲人咧就做咗啲视频呢摆喺抖音上面。我比较3日都超过100万点击喎。我超过100万冇用㗎。我而家世界最紧要全个世界都係得嗰10-8个人个脑正確就点啦。如果我哋中国呢就只有1-2个人嗰个头脑清醒又点啦。我哋3年前提倡话用那个驱风油万金油去对治那个病毒，不要被它作怪，个个没有回应，没有理，没有睬，那有人鬼鬼祟祟由那个广大那个袁国勇他们现在设计了一种喷剂的，一张贴出来给大家看，他所引用的原理功能跟我们在国际上做的宣传稿完全一样。
咁佢哋一做唔做，喺都自己搞堆嘢出嚟賣錢。佢有現成嘅，你唔用幾蚊盒買盒萬金油，話啲人一嚟中國落機，咁人派一盒，話頂住曬，佢唔用。佢係都要整啲嘢出嚟咧，搞咗你幾年，拖到成個經濟下萬冧曬，你係碰撲街世界。好惆悵㗎，即係全部嗰啲利益集團啊，啲人嗰個私心啊，佢要自己搞樣嘢出嚟，抄咗你啲嘢，再轉個花陣，攞自己江湖地位咁啊！全世界大部分九成嘅學者都係咁。我喺歐洲、喺中國、喺全世界、喺蘇聯嗰地方，我見幾多學者啊！佢出咗樣嘢，我問我點解你唔公開曬？佢唔掂啊 ，Sir， 公開曬，咁啊唔使再做落去啊！公開一半，留翻半咧就分幾年拎出去，咁啊保持到又可以攞基金，又可以申請乜申請物，咁自己個職位可以保住，咁你碰撲街，個思維咁樣嘛，真係好大差喎，真係好大差喎，唔係講笑。但都講翻件好消息啦，我哋睇到嘅新聞資訊就話全個中國咧好多地方咧全部解封啦。連佢交通啊、出入啊，全部方便，又唔使做核酸檢測都唔使啦。咁無論佢咁有啲人咧就穿作附會啦，唉，梗係啦，咩嗰啲白紙革命乜乜物物啊，令到佢而家中國政府要屈服啦，全部大家唔好顧呢啲嘢。顧呢啲嘢咧對個世界完全冇幫助嘅。總之佢從善如流好，點樣都好，咁即係變動咗解封嘅，咁你就重新開始咁忘記佢。咁有啲又話：，唉，佢喺中國糧都冇出啊！你嗰啲大伯咧又冇糧出，同人哋做檢測嗰啲又冇糧出，咁啊冇曬錢啦，咁梗係做唔到啦，做唔到咪唯有全面解封咯。咁啊唯有咧就話：，哦，啲病毒突然間瞓醒覺走曬啦，咁你都開心啦。咁喺我哋習近平領袖之下，偉大的人民領袖、用四個自信，一瞓醒覺啲自信即刻嚟曬，哇！啲病毒全部消失曬，唔使檢測，唔使剩，唔使打針啦，唔使咁點解唔好啫？係嘛？咁中國佢哋揸莊嘛，九千幾萬個糧，個黨揸莊，個黨跟住整咗一個人揸莊嘛，咁你咩計啊？呢個係遊戲規則啊嘛！哇！咁你咪當周星馳喜劇聽下咪算咯，係嘛？當睇周星馳喜劇，有啲最好嘅心態咧，就睇住中國內地同香港啊嗰啲地方啲人發生嘅事，包括台灣咧。你當睇周星馳嘅喜劇咧，你就一定冇閉翳。萬變不離其宗，都係我自己嘅老生常談。首先你搞掂你嘅身體健康、心靈健康。身體健康、心靈不健康都撲街噶，縮縮地咁係咪？你搞掂身心健康，盡量做到咧，唔好有外債係第一個目標。啊，如果有外債嘅話，全部還曬；如果冇啊，當然恭喜你啦，最好啦，係嘛？如果有樓嘅就賣差咗佢，走去其他地方，一間啊變三間，跟住一間自己用，兩間收租。四個大字關隱士，我有啲學生咪咯，佢香港買咗層樓1000萬，走去曼徹斯特咁買三間三四間咯，一間咪要嚟自己用，嗰幾間咪要嚟收租咯，中意做下啲鐘點工又得，乜都工，中意做唔中意唔做係嘛，又或者做下義工，咁咪算咗咯，啲細路仔喺入邊讀書係嘛？小生意費越做啊，費越煩啊！外國嗰啲好撚麻煩噶，嗰啲程序儘量少啊，係嘛？咁如果你去美國嘅又好啲咯，如果你美國你肯勤力嘅，啊咩嘢工作都做，你捱十年，你做十年八載咁嘅，你已經係自己有層樓，又可以買多層樓，又可以收租噶啦。佢嗰邊美國人工貴啊嘛。是不是所以大家就要自己努力争取的。咁啊，看到香港的新聞呢就是这个疫情呢都应该慢慢过去的。但行返转头呢都很难行返转头全世界都开放晒了嘛。
咁啊，仲有一啲香港人關心嘅事，就係、是、啲小事變大事。咁啊，有個應該係唔係有咗精神病嘅譚耀宗，佢話如果冇人同阿黎智英打官司咧，就送佢翻中國審啦咁。啊，咁市場上對佢呢啲咁嘅説話評價咧，大家睇到啦，我都費事講到自己口臭。但而家咧就要判呢條友咧，係應該要入青山嘅，真係應該入青山。我就唔批判佢啦，佢應該因為索咗嘛，索咗咪送入青山最好咯。好，如果你中央政府再用啲咁嘅索咗嘅人，神經唔健康、唔正常嘅人嚟參與香港呢啲咁嘅政制工作，咁你死緊喎，死得喎，收工喎，係嘛？好，最後提醒大家一句，明年由上半季開始，內地經濟咧冇辦法起到身，只有繼續惡化係好嚴重，咁大家咧預早未雨綢繆啦，啊，就呢、這個咧就唔係話靠把口，唔係靠你習近平喺呢幾日咧再揾班遊佬開下會傾下偈咧救到嘅。啲遊佬啊，嗰啲中東佬啊，古惑過你啊！啊，外交部長而家邊個做外交部長？我唔記得佢新人嘅，但我王毅個乞衣啊，做咗嗰、那個接咗楊潔篪個位，佢哋好大責任嘅，成個國家嘅命運啊，對外咧就俾呢班人全部摧毀咗，而家冇辦法修補嘅。啊，我希望我哋將來有乜嘢改變嘅時間咧？黨中央領導層咧就全部清洗呢個外交部，重新要培訓我曬佢哋嘅思維。啊，好，係咁先。